毒骨，九民冠奇红，四奇毒。江风江样，多少剑影，风骨下尽，红魂变形。来哟，一吹鼻，不要就惊惊到。只见新龙亭，剑流飞离，众神亮喊，凌人一击，杀死天地还威，乾坤都息。哦，啊！就是妖道界至尊的实力。再来，本帅将你劈为何以妖道？好，九叶妖精刀，不死妖道关，一转回不华丽形象，挥洒斩前一新的刀样金光，是创新，也是蜕变。英姿新人，飘逸的新娘游动，武红的血气型，吞破泥油的剑，一身泥泞难还的剑幕。万将归魂，金狮飞熊天天，用万不发，豪雄顶我下攻，一变脸，交对交，一天妖，豪雄。功名就是，功名就是，名也将至。有秋鹰动怒，昏昏迷迷；罗修王不动不比，武器落片酒，技能化孤影。阴兵斗斧，不敌兵斧，哇！兄弟啊，兄弟啊！你醉了不帮吗？用三红银血之刃，真英雄，阎罗必雄，飞鸦传红松。
斗阵飞骑兵以及准备军，面对不归不去的形象之人，我不退红。妖怪都不如传统英雄，天劫严冬如人面穿牛，刀锋剑影血色灵魂，就说你正气分天前作魂高血，用脑一样对手，老于英雄以将为硬，久久不落。来呀，不用怕，大家却将你熊小魂的滋味。心动有招江夜主公，更凉三寸寒松，纯阳七分凌风，心血修如鬼，一目微笑，一夜就是江风大物。有这样吗？真令人失望啊！天黑，这有一瞬，立即上岸，如若金鹰之呼，全部幸福。救命！行军！哦。金鸡为力禁不住，一来一进，刀鞘瞬间，秀兵立时败退。啊！小刘官，英勇亲传，英汉亲身防怒的纪国将，南英地位，顺利完会。胜败之分，你离开吧。是就是分出胜负。一死。哦。有多轻松？霹靂形象之阵，我快进修完更新，闭目勇气，心动一瞬，欲相对齐盾并出，小心灭会。无奈霹靂兵强火硬，进退转移，溃不甘。我快进西中难越雷击，回缩凌空。昏迷如烟。准备军不溃，破坏军所以难修。夫妻万夫。压迫你！
中李士兵对杀之人，想想无想人何地不行，农民不该是混乱之。小金海出欢呼，一块一块，一球一球，金海雷力逼向金河，银河上面雕刻的雄狮，至今鲜血名流之后。啊！至于一臂之力，之力不灭的武圣，坚强困身，银河金钟，英雄多发即死。行。红扑水，银河，你当凶在心，是什么原因得不着？啊！心力高铁的不行，变惊慌危急。环境机关瞬间变化，一出全身最后气力，机关输出正是无期作息，因我有情绪。哇！因我有情之出，烈日明月。瞬间毙命，抵抗敌军的刘武士，魂快之动，银河了准时机，再用石头进胸口，结束大招刘武士。刘武士竟是有武器者，尤其是手中的兵器，竟能穿破魔棍不易，大人，在。这球挥舞有风，加派人手，擒拿银河与刘武士，我是要对中。命令，银两金都不出，怪对中。江河势弱，九皇丸之上，阎罗宫四大火之上，兵攻停机。啊！啊！一雄烈斗变化万千，冲天天机金花无香，犹如龙吞千荒，破釜平阳。浓涌喷心，这个时阵就已响起了水魂铃声。我机会啊！啊！在即将结果你的性命，就在天地轻微之刻。啊啊！嗯，我想好说，天地起来，骨骸飞，顿时天雄怒雷高声，
你好，飞霜终究出任六国兵魂机，一定红雷。哦，响应红雷，惊动真说迷雾之人，下令修东击穷。啊！奔向一境，进入最新变化。啊！对，血渡棍，雷动。人间魂游尸体，必做起出手兵功，很多怒火孤点，杀意凶狂。一龙一震，天下万军回首。因为团军不过几次，哼，勇进攻，今日要全力配合，金龙进攻，全力配合，红都最顶团，可惜时候不相逢，红都都是最顶。六十几度。小舅，就在两军阵阵如沸如火之际，都将其各位。我叫熊东，一则七里妙计。熊东，这个人是混流。今后有从中指导，远西攻都，最必的弯钩。有心来到三淮城的剑军，欲以金兆虎的兄弟，突遭到如星的拿住。想来三淮城偷袭，死路不得。啊！江湖不长，兄弟社交吗？好狠！四十刚武，六十何人？我就去喊民警，人家不知我是谁。敢不敢？若是敢滚死的混，我这的团人，听闻胡子一惹火，有动手之恶。俺三回侠二四个师兄混血如高良子何不往来，如此如何合适？你不告辞给鬼吗？嗯，请问他是四个师兄本门的团人，
本身份也是德高知重，不可怠慢。哈哈哈哈，我师兄很在可能即兴好一之人。陆慈心咋样，我有色策吗？我日日户参观日户，贵客晚来，总啊可是了日数，我不用时时正有告得如地吗？好生督促，我任良人自永生顶朝下台客入过帐，你为定个是文后吞恶不送灯，我母皇之词请好好吗？不敢当，再好见君十一分，我乃是舍得咱们两世虎子为车母亏，杨兄和肉之子引出我们，文后调为东修，却是平安一物，是虎子各红两字，不便汉感。我作为提目为基金，究竟地金，如何在三会上共修弟子，团热搞新户，也是功不可必。恩小路，我的舍得为何来搞三会上？了解的人，零黑感。这个多人为何舍得跟着而中途辞世？因为这样，今日老不懂行，啊，茶叶小林的安民罪不可下，龟龟杀龟，我爹！哈哈哈哈！比你两个不如英郎，乖乖休息吧。这是你逼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危险，喂哟，你想哪？我心惊跳。哪会突然哪里啊？根本是不祥之兆，根本是说啊！没啦，今年没很远，应该是先下冬。是一百多年吗？这上面哪？紧回来看卖呢。贝贝，好厉害！我要开山了，天哪，龟龟，你本来就是被人误管你的，那龟你真正大赶快金钟不如亲像大宅赶快对啊，对叮嘱啊，叫我别再讲龟龟，别再讲。你不能小心咯，你两个哇，拢无代志安尼上好，是的，是地上迄个。龟龟，对恁进来咯。对呀，敢讲你的心听是，你个一颗真好。这，可能是最近上忝，感应无啥准。你们多年啊，这是怎样一回事？叫你个人来过个人死去。这个雷侠自己逃开死啊！你杀我一小将龙，结果比我出手怕死。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啊！喂，龙师傅，免装向天机交代，就甲天机讲，伊无小心嘛，倒向遐，哭着懊恼，失控流血，闪起来。龟龟，基地变哪办？肯定你看好啊！这股萌心换到外面寻狗，
千万，万生无万死，我今日爱入必修中，并在王牌顶写着：武林最恶者雷侠，伊西元2003年，是大圣级入金手指不凡圣将，大圣级通敌，敢有真个必要？当然。真不幸，要是正义，习俗尊严。贫穷几顿，顿气心理已松，化蛟无形无影。我怀金唐国公，挥斧求西明，金钩唐军中齐交斗。机关泥牛，缺腰多布。随从十里边松，机会天红，激情心随移动，我次下央情情，高丘受损重紧，激昂下下流，一传妖火救心，速速阴风，轻轻妖攻，受丘不及，激情杀袭比激动。啊！不能小气气，要求不讲心情，故意交替回旋，此来西湖见不了雄风，就要战将，西平进攻一转，迎塞遮击一转。咱应付天天攻势，当真节节败退，心肺扑通。阵风势力，我突破重重，强敌敌情，七雄金狮热爱，韩国风不欲激动，武器作好，灵骨之身，永不天我都，王不将士，你我敌为王。交出东西，司令官！不懂就是今日四度精气，正合有余，130度海之势，一搏平天飞地之力，进化滔滔洪流，一冲九霄，阴阳交生，激扬万族不丢。还有几次？用带亲戚流动，在参谋空不轰轰，不轰。好，妖火剑中将这一箱，妖刀该自从东北军瞬间移动，金火急告以红为情，少龙数敌人，妖刀该重兵修东一枪，十根几根进行回头。转乾坤，漂亮！走哪里去？永固部队，不探此袭，清醒对应，难得为丹囊再打上门了。目前对关于古董的人技巧，你不相信？是啊，众人久战疲惫。而且杜小龙虎凶在心，切莫冲动。我怀金，这个人情怪凶狠，害我心中跳一哩。以为也听到你讲多些两字，人情凶狠好水，反正你欠我的好像
无差一百吧。有回信，小林经济表示合作执行，阮先行离开。万强，顾惜。现在你应该相信妖狐，伊也靠个人有所挂钩吧？今日一约，妖狐既是目击之人，顾强生那是最好。我现在必须找一撮严少红处理一件事事，等我回来，咱再来讨论对付妖都该之事。嗯，这就是你讲合作的态度吗？什么事事你比对付妖都该重要？这是关系到咱合作的大事，只要办妥这件事，就请你动一个蓝田的人，得了伊的帮助，事情一切真顺利。如何识得严少红的主人？但不，有此一问，莫非你也认识？识也无识，是情况而定。也真是无卡不成声，结伴同行。交换一了资讯如何？也可。对了，要一件事必须先提醒你，今日一战，要对个夜戏的猜测高高急迫的方式。目前恁最好卖单独行动，以免分散力量。风采使感觉是气流，分明无此绝学施招，必有大事发生。我是赶回一关，留下拜帖，以此再行拜访。放轻，那么伤口时再离开。多谢你，现在有什么打算？状况不是真稳定，但天色转暗再走。不如对我去找一个人，一个所在可以让咱有清净的地方疗伤。不可片面在互相压靠个人，此时不宜交锋。王允坚持要出出兵，现在事前拼命保护，也许是有查到要告敌众人的秘密，不如拍开看。一张是这月游罗的设计图，王允去破坏地方就是此地，林文清。丁文九就是金手指的动力，我们必须看破丁文九，才执行有罗不差。一提上可见金密精髓，真是比不差的两手精雄。这个丁文九，不可以动心协定，也许早已铺垫自我牺牲的念头。虽然你看起来真冷漠，你就是一个重朋友的人，是吗？是不是有感觉脆弱？如今无聊设计图，就不怕入口外人的飞行船，
去证明王允的清白。这是接刀三年了，父亲有签名，有什么不对？这本册是接刀，属刀型手段，为什么会在王允手上？我来因曾经见过面，接刀妙无阴神急救，王允究竟是在何处见到伊？你认识这个人，该怎样向你解释？伤脑筋啊，无所谓，了解事情真相，但他想再说，你想真心用心，因何你的伤势也不轻，我不红，哈，天降的好礼。师兄，分明是单棍入瓮之局，所以真吉心问这个清楚。什么啊？那个乱祥竟敢骗我！人之间早有默契，雷小龙，这段观念么多年啊，错手终于怕死。那现在要找出幕后之人？应该困难到底是谁的技术？韩灵生，我听姑的好。大仔，我感觉你的脑筋愈来愈钝了。早在九九联盟成立之时，我就发现有问题了。那个时阵，你明那个什么东风雨，大张旗鼓。上天地门找麻烦，组织青龙组开鬼楼救苏焕金，大家拢是为武林和平啊，素素有名啦、啊。你像后来，伊嘛有帮忙对付叶靠万人啊。神最认真，神最推招，神最筛准。面上安尼讲，个人的立场想法不同，所以做法嘛是有所不同。就算伊面前掩饰得真好，但到后来，骨卡都慢慢的缩出来了。就迄个小玉坠，分明都是苏武军的人，是刺杀苏焕金的刺客，要将他加入九九联盟。苏武军派人加入，韩灵松又唔是神，那怎样是好人，也是歹人？而且韩灵松啊，就发现小玉坠有问题，就将伊白绑嘞。高兴用住咯，这叫做欲擒故纵，就是故意要让青龙子相信，然后最明显的、最阴谋的事件，就是罗霞勇中毒一事。这件事情，青龙子早就知咯，而且青龙子也依他配合杀了苏武军，那会使讲伊是阴谋家。就是因为这样，青龙这边完全相信韩灵松此人，特地后来天地门秘密集合。叶天一先生，天地门是被妖刀剑所攻破，你要搞清楚。以青龙这支地步，天地门这经过，要得该闹几次，简单就得听的，为了可怜。就是青龙子的身边有来鬼，你安尼讲是有道理，但嘛未当证明韩灵松啊就是迄个来鬼。在姚德改大军压境之下，青龙子的人马牺牲已尽，一定丝毫不伤，全身而退。如果这个人不是来鬼，那要作何解释呢？小叶水、罗霞勇，甚至后来险险啊害死天机的雷霞。这派人拢是出自哪里？九九联盟。叶多林极为不不独立，
在天地门被破了后，又马上发体温，真正为武林正义而出的人，哪会因一丝仔小小的挫折就来发体呢？伊连为青龙座报仇的念头拢无，种种以上，要小林以身的一夜书之名挂保证，99.999%顺度的韩凌松，就是无后错中一切人，也都是鬼，品质保证999999%的顺度的，鬼年鬼年一大堆，不过。有许多疑点甲串联起来，这个韩凌松啊，确实有问题。坠入顶尖的美酒，何处寻求潜在名？哟，是苦鬼先生。什么苦鬼顶尖？一旦顶尖，一旦顶尖，罪不敬。赶快艺术。今天你哪有闲来现下东？今日电来伫有度拜托恁，你无看天气哩遮呢？阮最近真无闲，但见好不救，疑心难安。一旦现身，有事尽碎无风。哦，你来！哼哼哼哼哼，我来秘书。不过，你咋这么说啥？既然是一旦先生所交代事情，无第二句话，我先求你。我，好快到的金刚，各位点别咯。天机的放心，我在。韩凌松就要阴谋败露了。霍魔林要发威喽！妖都阁已经有二次的妖兵横冲，当真是有恃无恐，不是明亮不贵港。要和关头中来，必有相当实力以准备。咱所小心谨慎。红尘仆仆，咱也未免来得太迟了。我在三相国要紧参谋红国方向，发出一样奇景，不敌前辈究竟不幸何事？要得该代机来还，胸襟正水。合四人之力，竟有如此惊天威能，木有人心喜不已。确说叶明峰之人专属组织，虎丘叶口之何不便？虎丘天下不能太平。不过这只是理想之术，我不碎碎三相国之行有何作用？我在三相国当了数天，用耽误空国战相，我会再找时间另行拜访。免去了，我看你根本是有底有根，不做此言何意？亚明红一样你一行别的此时你在吗？啊，今有此事告亚明红一官不就明白了？事态紧急，永不留人先行一步。这个人办事我必放心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应该放宽心吧，要得该是了不容小觑，你我也该修炼心性，经过一台以红精细幽病。那就各自回身，永护关心。都有
咱是不是应该做个主笔？你来，你的大金秀，头大想想做咯。好吧，都有，阮故事咯，请。怀心，这条路不是往阴朔红的方向，先陪我到一个地方啦。嗯，这牛就开了，咱行吧。牛水有何意义吗？哎，韩国风，有人讲你头壳简单，四肢发达吗？有，哦，谁？骑行。哈哈哈！我开始欣赏你了。因为你匆匆赶回吴国，宋武困国为公七行性命，四分重担，却还是要兵兵有功。有功的金闭关正行，算空对手死无可用成败。用情况的就用水名就可是胸襟天水。胸襟高无其团人联合应有此定为定，我来同错同问心情，就把无其团人的心情用引起猜测。一定将你在敌军追击为乾坤团领兄弟，你东街梦游的该向左右护，我便独挑孙武齐团军。我还想提醒五座兄弟的进军，西湖武龙要和其表演流行的武齐可逆行。行，就花这条进行。小林，你无随新疆利用，你想过来你，我就是我高云天处理这个，你想回峡谷探西吗？多谢胡宽，小林客气。胡怀清竟算得出你。前往攻打七星，莫非休当我设立一艘渔船？我明白，不过世人合照的规定，既强悍无比，竟能废弃严冬之君。也使用武器抓下的究竟有几人？若是再多人合兵，岂不是天下无敌？你放心吧。今回有我，天天。今天可是带来一位重要人物，正是
我观行者点灵前来之文，乃是五分之中，是得胜过七分之尊，所以所及古曲，想听。快去！告诉父，但此事不宜。我神爷呢？有何？可有一直播红将？马上再次的救，将武器换进哥哥给父。解脱懂吗？我会请你去行，做咱雄心封闭一百个妖刀干。刚在一段的时间内，再次攻击。如果武器团人一人之敌，那咱心血之多，自修败罢。哈哈哈！他的武器之精湛，个个心高气傲。亲难兄弟，尤其是兄弟之后的作伴，将蒙蔽因的双眼，让因看不清危机之现。恶意，恶意，公伯，我也不飘心哪去哩？大娘心贴兄弟，马上在红三木公公提出执行。无问题。行行，乾坤从天归七兵，令三人诛杀金山。行，会师空渡万山，令两人老朽腰都干。行行。一改名字就由我亲自当手，实行一处三人修集兵刃，武器团军各个落单，便不足为奇。为祖孙分忧解乐，洪德在庙宫之中不知所存，我心进入沙漠之中。以溃灭出亡困之乡，就失了损失，隆重的完什么报喜？风声愈来愈大。金刚不对空中，一万六七波。是沙漠中的沙漠。中带疾风，挂兵升降，空中一破无风风霜。红豆是有一心之客，要不能困行在这前的之中。印象灵慧眼，此行，不怀真，原来拜托你的人是韩国风，以我何关？我讲过，什么人拜托的，就叫伊来呀。这样做，真能解决问题吗？一个人承担的包袱总是太沉重，何有放下是解脱？是，我知影这件事情
关系到三徽省的尊王，也关系到灵门生命，但不会真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这件事情就要传入第四者的耳中。王所重提，总是令人不堪回首。哦，多人的事情，咋个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？众人吾等三人感情深度，吾自从立四卦师兄，而吾等则从立三徽省，久不如深。永从三徽省是护生，在最初，吾等三人有志不同，同生之力，可是将三徽省办得有限有限。一个的开始是众人会安自由归还开始。不齐老将，我请你领会安自由散心，再回来继续不共戴进，万万千万我一别兄弟。在万叔梦之下，林慧干说出伊见的母亲老焦之色。仁兄，别兄弟暂提起想一观母亲老焦，但林慧干担心母亲作客威力太过宏大，就是落入恶人之手，危害太大，所以当下就将其废去。三徽省一向意识不清，实行了太强的武功，由于儒家敦厚的本性，何况林慧干学的武器武功也是自己的基因，所以当下我与别兄弟也未再对问下去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既然您已付出动手，为何不付出动手是我所向？可虽是理念上的不同，付出认为如此代价，就是自私为念，而我则认为儒家信守家己恪尽本分，立身处世而正，公团如学，开化善业，自能带动。我感觉这种做法太理想化了。不是提携是受后补救，我定团入行金学生行迹有风，就是受心一风，这就是三徽省与四卦师兄的不同。这样吗？对，武器老将因何是悲剧的起点？因为林慧干随到武器老将一手，比其他文道得识起了一尊的风波，林慧干对我一别兄弟十分不谅解，伊以为是恁两人所遂成。但我一别兄弟只是认为，也许林慧干练武之时未中被文道所发现，则因此窜出，加上后来文道受惊，事情越演越烈。我创立三徽省，为了严守学生学习的成果，我三人决定定下每三年举行一次文科舞蹈的比赛。三人门下各派五位代表互相支持，就由竞争来增加上进心，不是是这种的好方法。但是竞争就是赢，是在讲究，我们彼此渐渐成为学员之间的民主之争。林慧干高度研究，一所高职之学生，现在本来就要以我以取向之对手。
肯定会安好的母亲赶赴回来之后，彼此之间拥有我更很熟，甚至所能独家傲丢。因为你领会安终身，只是我行走到奇怪武功，因为这个恩美给不了本色好心的武功，但能会安以我等的差过，还是说我来我当不一度好心，甚至其兄也认为人会安地位如星，就不该好心如家吃我的武功，只要苦事是灵魂感和此行之感性格的开始。后来在这次我母亲兄此行的几名好心为了出行，在此刻的母亲兄他兄下日行此乃能行为有不仅有便可穷尽，下日行化散于空壳之中，对求不敌不高气定，而能更贵发力昏昏又水不兄一定其行的多地既行活好该有不错，东北车正行之时永辉岗凭靠科目影响差个不对，只求做起这点国道不了却我兄了此行好行，永辉岗之求一次不敌听到吗？任辉刚不由而讲的拿开两人正款，但此行好心速速便可，乃是一个恩高一恩高动之讲可，好人还端下级不安慰定多地几类白酒十本，这是一种异国，后来证明了任辉刚判断不够，外面好心可是作病，在凶蛇转日之后，台湾要喊完离开三淮乡，林辉刚本是无心，以前改变和官作弊，也是罪有应得。但可是在转乡死生本真，杨慈雄本自代谢，日前东时虽有恶点，不更凶魔是救，待可当比起之后，再出狂崩溃。也飘飘了一张彩额，也一定会感到胸动的心情，但此行做下重得志，他认为林辉岗乃是有意而为，林辉岗不管得罪怪谁都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在一日清明，三淮乡的人传出如此之惨歌声，这是我唯一的小妹，尸体就在林辉岗的旁内，这东西在场的是手持着剑，而剑上染满鲜血的林辉岗以及散落地面的一本册和众书册，灭上殿的独门武功秘籍，我们三人动手之初各自有自己专业的独门作法，彼此各不相同，也各自不管，所以林认为林辉岗逃出秘籍，已被林妹察觉，因此杀人灭口。不错，林辉岗对武功有一定程度的启悟，所以小妹虽然身心叛逆，但以我自幼习武，相依为命。对我这位兄长用是十分的尊敬，见到伊的尸体，我怒火难息，完全失了理智，就去出招攻向林辉岗。林辉岗却是虚晃两招，便躲离现场。林辉岗武功可以利益灭上天，何必躲离现场？同时我被怒火蒙蔽。至今为林辉岗畏罪正道，随地愿拢错了，愿拢错了。
前任之功以为变的，今是输赢不差，有此功力者，武林中无超过十人。叶明峰铁就为世人不可能为之，也是极端啊。如果是，那就像极端，又是谁输人？有些家也靠个人孤战不完出手，以此为经过，但这拢无关紧啊。我一直以为人员无持续性发，并能达到武学巅峰，但照别个所言，传承武器绝学之人，合招之力，似乎又进入另一个空前未有的武学境界。如此来，我不得不改变当初的方针，同为武器传人。夹到速度行，一明了此事吗？大兄弟，今两日路都第一路顶着的第一路，那我可以赶到在天暗之前入城，我不都要死了。是咱是你，你莫咪斗阵去。我已经去过了，内底有真多人，不过无方便，也是你自己去比较好办着。哼，放心，这阵事我既然已经答应你，就一定跟你办个好事。今两粒苦瓜蛋你打哩，如果有点咩危险，你都甲拼去，我就等下爱去救你了。救命苦瓜蛋真欢迎，那我现在就入城，你直接送在等我的好消息。慢多拜托咯，老天公，你天晚来必有定格线，会当顺利打出，要若无我可爱的丢丢丢都惨咯。我郑东风，主要机会，万来急需时分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刻。可以行到。以敌雄会教队中，现在只能附近休息。我等来走去，行。人的手法变作了，真相思手机物件总是好过人工的变化，都要死死人竟然还几多之行，你是替补遗留一切关人的人，山口无破例之处，享受游戏乐趣。这就是你老金在人梦中的妖妖。哼！阴阳师可交换王者之灵，今为就是最你九转的背弃，故往现在。现在的贵气，两者一瞬间，你敢一气吗？看谁旗鼓一动，你个金星手，偏心吧！
就好见心中吧。若非九天皇的别改令旨，半路遭红失脚。有何别改令旨？武器破壁的溃断，就是不敌团结的气味。一改如流，要梦想自在。这个位将印证你失败之路。就在同一时分，金西武州对上妖火第一军，妖月。引来的好快，雄威凛凛的武艺剑鞘，大雄残木空骨龙，老头，吃来吧！虹口小旗，不敌天国弟兄，武器就不激进。妖火夺舍之争，别改金西执行三星座，面临金庙之位，洛阳国之中，任行书三回阴阳书，这场秀兵的对决，正是各方的信心，两者交错为争，是谁技高一筹？任行书与阴阳书，有何不为人民的歌颂？任何刘不息再无危机，前无路，后无门，该如何突出升天？急刀，急刀！众所欢迎的极度速度型，又是何等人物？欲比结果，请勿错过我们的布袋戏《霹靂九皇座》第六集。微速。